看到这种轻飘飘、花花绿绿、淳朴可爱的剪纸，总会感到它背后有一种神秘乃至神奇的东西。究竟是怎样的一块神奇土地能够产生如此的文化土产？玉县在北京的正西，车行200多公里就进入了历史文化名城玉县。玉县古称玉州，位于太行山、衡山、燕山三山余脉交汇之处，曾被称为京西第一州，是中原通向蒙古大漠及东北西北的天然古道，至今留存着数百处古城堡和古戏楼。剪纸村、剪纸经营户遍布玉县。问起如今制作剪纸最具代表性的人家，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，取南张庄。南张庄村地处玉县县城南郊，是早期剪纸艺术荟萃的村子。玉县古建筑很多，最古朴的要算城堡。历史上有800村庄800铺之说，可谓有村就有铺，建铺就建村。玉州人古朴敦厚，聪颖而富于经营。昔日繁华的古商道也让人们多了几分宽容与接纳，这些都为玉县剪纸艺术的绽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玉县剪纸在1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不少能工巧匠，但大多数剪纸艺人都是当地不知名的农民。农忙务农，农闲刻纸，他们自画自刻自染，用灵巧的双手营造着生活的亮点。玉县的剪纸的发展的现在是主要是从我们这个处来这个发展出去的。成年人的基本做剪纸的占到60%，基本上是家家户户都会，哎，基本家家户户都会。他不管有这个层次高的，这个技术雄厚不雄厚，这是一个另外嘛。特别到了冬天以后呢，是到市场上，基本上我这不。10来岁个小孩也能够参加这个搞这个剪纸，哎，我看不见了。玉县地处内长城以外，150年前已是内地通往塞外、南下北上、东来西往的交通要冲。玉州的手工业和商业相继兴起。
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华局面。经济的勃兴带动了文化的繁荣，豫州地面上产生了两门在全国独树一帜的艺术，一个是豫州梆子，另一个就是用刀刻的豫县剪纸，最初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窗花。在我们过年的时候啊，那个我们禹县吧有一个风水习惯，那个家家户户啊都贴年剪纸，哎，你到了腊月二十几吧，到了腊月十几吧，到了一入腊月开始就卖剪纸，你那个大街上嘛卖的那剪纸吧，就是那个桌子那个小一点呢，就是一家一家的摆，到了那个赶集的时候，那个人啊一围呀、啊。就是一大堆一大堆的，你有时候我小时候也卖过这东西，哎，你卖的时候啊，那个人上的时候买的时候，你就给人翻不过来。豫县剪纸大多采用一种极薄的中国宣纸粉莲纸，经过雕刀精刻，点染鲜艳颜色而成。粉莲纸色白薄而透明，把它贴在纸窗上，透过阳光照射，刀工色彩让人赏心悦目。豫县这基本上也属于塞外的地区嘛，塞外吧，它这个风大，冬天寒冷，冬天老小的个草子说叫好草，我们叫好草、儿草，都做白麻纸糊上，都是用白麻纸糊上以后，挺不好看，啊，就是白看看的吧，用老小的话说就是带有少气吧，你不是红漆是都是贴红纸嘛，白漆是少是都贴白的嘛。说是白花花的不好看，带有少气，所以老小就有贴草花。贴草花，豫县老小贴草花不叫贴草花，叫挂喜，喜气摇摇吧。豫县贴草花有两次季节，一次季节就是过了八月十五，过了八月十五，豫县就开始收割完了，草高地净了，他开始就护草的，护新草的。这时候有贴纸草花就有买的了，就是整个就草花市场就起来了。当地老百姓认为单色窗花色彩单一，纸厚挡光，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更高的审美和实用的要求。后来河北武强木板印刷的窗纸行销豫县，这种窗纸比豫县单色窗花的图案精细，色彩丰富。当时豫州民间还盛行着一种供花鞋、荷包、枕头等物上刺绣时使用的花样。有一个营匠叫刘老布，他研究出一种那个用刀子刻，哎，后来吧又传到那个一代一代的传下来，传到那个我们县吧，有一个那个我们村有一个叫那个周瑶，他那个做的剪纸做的也不错。周瑶啊是那个王乐赏的师傅，哎，王乐赏是跟那个周瑶学的，哎，那个王乐赏呢，那个在他自己在做剪纸吧，做的就特别细了就。
王老赏是河北省玉县南张庄村人，是位地道的农民。七八岁学点色，十二三岁模仿刻制，二十来岁就做得很好了。王老赏雕刻的戏曲人物，每一张都表现出剧中人物的精神面貌，有的英俊沉毅，有的威武雄迈，有的矫健清洁，有的端宁娟秀。王老赏从小好看戏，周围三里五村只要有戏班演戏，十里八里都会赶去看戏。王老赏看戏看得很细，演员的扮相、穿戴、配饰、纹样、色彩、动作、表情一一记在心间。平时劳动之余，常常在家独自默想，考虑书里戏里的故事和人物，书中和戏里的人物形象活在他心中，又往往从他的刻刀下走到剪纸上来。历经数年，王老赏把戏曲里数以千计的人物重又进行了再创作加工和刻制。经他改革了的窗花戏人，刀法凝练，造型优美，形象生动，性格鲜活。无论戏曲人物还是花草动物，构图都不繁杂，人物每幅大都只有一个，既没有背景，又很少陪衬，造型简洁丰满，情趣可爱，充满了人情味和乡土味。王老赏刻窗花三十多年，设计出300多出戏，1800个戏剧人物，这是他为后人留下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十里不同俗，百里不同音，剪纸在全国各地区都有自己的风格。南方剪纸纤细清丽婉约，北方剪纸则粗犷古朴率真。玉县剪纸吸收了南方的精细，着中见巧，写实与夸张交相呼应，生动传神，阴刻与阳刻完美结合，点染特点非常独特。剪幸福修改的金碧辉煌，
周永明，王老赏最得意的门徒，他继承了王老赏的艺术传统并有所发展，是玉县剪纸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代表人物。周永明所设计刻制的20多种蝴蝶，表现了各种蝴蝶进洞、飞停、上下、仰浮、嬉戏花丛中的万千姿态，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。周永明所设计刻制的四大天王，更是剪纸艺术的精品。在他的刀下，各种人物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。其刀工之精，镂刻之细，为当时玉县剪纸之最。周永明在玉县剪纸传统染色方法的基础上，创造出套色染法，从而使剪纸作品有了更多的色彩变化和明显的透明感，增强了画面的艺术效果。你不懂画就做不了那么好的剪纸。你看我父亲做了一个剪纸吧，做了一个那个有那个小的黄豆那么大，那个一个黄豆那么大，里面做的迷眼、眼睛绳、鼻子、嘴、耳朵都有，还头上另外还头上还有个钻眼，那个人特别小，就是我和我父亲吧，我们俩研究出一种那个叫正剑刀，那刀啊特别小。做出那个一个小人啊，做出那一个有一个那个10公分吧，一个大一个小瓶，那个、小瓶上面还横着有一个天津散花，那个天津散花上面就有一个就黄豆大一个小头，那小头啊做的特别漂亮。周永明的脸谱人物形象有忠贞、耿直、刁钻、鲁莽、智谋等千奇百怪的性格。时至今日，他作为玉县剪纸的传统产品，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畅销不衰。过去艺人们创造的天地就是常见的那种小方格窗户，这样的小规格统治了玉县剪纸100多年。到了周永明时期，这种做法开始改变。像以前我们玉县剪纸叫窗花，就是往这个窗户上贴的，就是到了这个八十年代以后呢，改革开放了，就是在以原来的窗户它没了，这就是玻璃窗户了，大家都有了钱了，改了，这剪纸没法贴了，就是窗花没有用了，这就必须呢，就是这个市场逼着你去走路子，就是就得把原来那个小窗花改成现在的这个收藏品了，包括这个室内的装饰品，就把这个剪纸呢做成大型的，还有一些这个深层次的改革吧，就是这样呢更适合于大众的口味。今日玉县
真正在窗上贴剪纸的人家已很少了。如今的玉线剪纸已发展成为农闲时的副业，是家中收入的一部分。购买剪纸的人使用目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，变成赠送友人的工艺美术礼品。也正是这一变化，使玉线剪纸的国际市场更大了。有些剪纸作品已不再采用中国的粉莲纸了。我美国有一个客户，他那个活特别难做，他就摇坯子，我们看他那是坯子，就是把那摇坯的门挂了以后，在那个坯子刻的剪纸，他要求的特别细特别严。这个客户呢，他是走南朝北，在南方北方走走遍了，找这个给他做的人做不了。因为什么呢？他难度太大，他因为是坯子，又难刻，又要求的又严又细。可是通过我了以后呢，有这个艺术家们介绍，他找到我来了，我给他做了。做了以后，他感觉到哎，说是不错，怎么你怎么做？我走南朝北没有找见这个人。周兆明从事剪纸艺术50多年，创作了2600多幅作品。作品在国内外屡获大奖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比如说我1961年我应咱们国家这个邀请去这个澳大利亚去参加这个中国文化日，在这个搞这个剪纸，咱们中国民协组织的。他去了以后的话呢，那个老外有那么老太太看我那个清明扫荷图，我做那个金米草那个清明扫荷图，那个老太太每天过去看去，噜噜噜噜噜噜噜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后来我问这个翻译，我说他老太太说什么了？这个老太太说：“哎呀，说我活这么大的年岁，没有见过这么精细的东西。”玉线剪纸从起稿、熏样、定纸、闷压到雕刀刻制，最后点染着色，工艺流程非常严谨。设计、刀工、色工三者是相互依存、相互影响的。
现在呢，就是老百姓在往剥的时候挑什么呢？福字啊，喜字啊。你看我们搞的传统图案呢，福禄寿喜财啊，每年都有变化。为什么要做这福禄寿喜财呢？老百姓喜欢。福禄寿喜财呢，咱们老百姓讲究这个蒙降五福。什么是五福呢？简单的说就是福禄寿喜财。要福咱有福，要禄就是钱啊，这个工资啊，再提高。这个寿呢是长寿平安。这个喜字呢就是什么，他这个像这个朱眉四喜啊，四喜发财啊，这个在这老百姓都比较吉祥。这个财呢有元宝，有这个摇钱树啊，什么翡翠珊瑚之类的，这样下来以后呢，这个老百姓是特别喜欢的。继王老赏之后，很多当地剪纸大师把玉线剪纸推向更高的境界。剪纸艺人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参展并屡获大奖，许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美院和一些收藏家收藏。以北大校园风光为主题的玉线剪纸成为百年校庆纪念品。剪纸艺人遍布玉县城乡，全县有96个剪纸专业村，近20000剪纸从业人员，剪纸加工厺及个体加工户200多家，年产剪纸500多万套。剪纸已成为玉县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。许多剪纸艺人已成为中国美协、中国民协、中国剪纸研究会会员，更有一些剪纸艺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。这种来自农家的玉线剪纸艺术已走出国门，走向了世界。